从脸部特写开始，透过特效 AI 运算技术，将城市样貌粒子化，跟大家分享眼中的未来高雄。陈其迈竟总推出号称台湾选举史上首支科幻竞选广告，也邀请民众11月26号出门投票。 一大早，他前进到六龟甲仙山林区扫街拜票，沿路有热情支持者送他水果，看到美景，陈其迈拿起手机自拍，展现亲和力。而前一天，对手找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站台助讲，还喊出了这句话：“支持陈其迈去接行政院院长，好不好？”韩市长爱说笑了，哈，这个在其实，在。 谈的内容其实跟四年前差不多了，哈，是韩式的幽默嘛？他当然是希望陈市长能够高升啊，这是韩式的幽默，而且他觉得如果市长那个由柯志恩来做行政院长，由陈其迈来做，大家共组高雄队，能够中央地方来配合，可以让高雄发展得更好，这是韩式的幽默。柯志恩早上则安排从凤山开始车队扫街，一整天的拜票行程搭配街头开讲，选举进入最后决战周，候选人全力冲刺阿台选情。华视新闻网蔡宗旭、徐静一，高雄报道。